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资料结构的课程。今天要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个新的章节，第九章搜寻。第九章搜寻涵盖的课程内容有：了解徐序搜寻法以及它的实作程式码，了解二元搜寻法以及它的实作程式码，最后来了解什么是杂凑函数、杂凑表，以及如何利用杂凑表来当成搜寻的技术。在今天的课程内容中，我们将首先介绍循序搜寻法以及二元搜寻法，还有这两个方法实作的程式码，而杂凑函数、杂凑表以及如何利用杂凑表来当成搜寻的技术，将在下一个讲次中来为各位同学们做介绍。在正式介绍今天所要说明的各种搜寻方法之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在上一个章节中我们所介绍的各种排序法。我们总共介绍了五种排序法，包含有气泡排序法、选取排序法、插入排序法、合并排序法以及快速排序法。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依照排序的特性来对排序演算法做一下分类。常见的分类方法可以把它分成稳定或是不稳定、 stable 或是 unstable 排序演算法两种。什么是稳定排序演算法呢？也就是说，它原本相等键值的记录，在经过排序演算法之后，排序完之后，相对的次序会维持不变。而不稳定的排序演算法是指它原本相等键值的记录，在经过排序演算法之后，会更动到它相对应的次序。我们所介绍的排序法中，其中气泡排序法、插入排序法、合并排序法，它是属于稳定的排序演算法。也就是说，在排序的过程中，原始资料的相对应的先后顺序是不会被改变的。然而，我们所介绍的选取排序法以及快速排序法，它是属于不稳定的排序演算法。也就是说，原本相等键值的资料，在经过排序演算法的排序之后，会更改到它相对应的顺序。除了用稳定性来去做分类，通常各种不同排序演算法它的评估方式，我们还可以从两个构面来去评估它好不好，也就是时间复杂度以及空间复杂度。从同影片上面的这个表格，同学们可以发现，其中前面几个气泡排序法、插入排序法、选取排序法，它们的时间复杂度都是 big O of n 平方，而合并排序法及快速排序法，它的时间复杂度是 O log n。 其实啊，当资料量的数目比较小的时候，排序所需花费的时间差异是不太大的。同学们可以自行选择任何一种排序演算法。但是当你的资料量数目很大的时候，也就是说 n 的值很大的时候，那么 n 平方和 n log n 这两个之间的大小就有差了哦。换言之，它的时间复杂度就会相差比较多。这时候同学们就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时间花费比较少的排序方法。另外，在这个表格中，同学们可以看到最后一列快速排序法。快速排序法原则上它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排序演算法。不过如果一开始就是一个已经排序好的资料，您采用了快速排序演算法来做排序，那么它的排序时间
反而不像其他一般简单的排序法，例如不像其他一般比较简单的气泡排序法、插入排序法、选取排序法，排序时间会比较短。这个时候快速排序法它的排序时间反而会增加，同学们可以看到最后一列它的最坏情况的时间复杂度是 big O of n 平方。换言之，快速排序法的最差时间复杂度有可能会达到 big O of n 平方。为什么会这样？主要的问题在于位宾值的选取。通常我们在排序资料的时候，可能从资料的前端或者尾端选取一个位宾的值。如果一个已经排序完成的资料，你使用了快速排序法，这时候每个资料值来去跟位宾的值做比较，不管是最小值还是最大值，你就会发现我们对于资料的每一个数值都需要依序的去做比对。比对后所产生的分割数列仅仅只是在前后项目位置的变动，使得它的排序时间达到了最差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改变快速排序法位宾的选择方式。例如任意选择排序资料的任一个数值来当作位宾的值，又或者选取位于资料的前端、中间或尾端的数值来去对这些数值做比较，然后再选取其中一个中间值当作位宾。经由上述的方法，你再选取适当的数值当作位宾，那么让快速排序法在做分割的时候就不会有最差的情况。因此快速排序法在排序所有资料的时候的花费就可以确保在 big O n log n 的时间内完成，才不会变成花费最差的时间复杂度 big O n 平方才能完成排序的步骤。以上我们来透过刚刚的表格回顾完排序演算法，也额外补充说明排序演算法的这些分析。紧接着我们就来介绍今天的重点，搜寻演算法 search algorithm。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我相信很多使用者在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说，啊，我先来上网搜寻一下。比如说你想要网购某些商品，精打细算的您可能就会想要比较一下到底商品的价格在哪里买会比较便宜，所以通常你可能就会开启 Google 的网站或者其他相关的搜寻网站，把你想要的商品名称输入关键字，按下搜寻按钮， Google 或者是其他的搜寻引擎就会帮你把关键字相关的网站都找出来，让使用者可以比较你想要购买的商品价格。搜寻演算法所要探讨的问题就像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可以快速的在资料中找到使用者想要搜寻的资料呢？当然有很多种搜寻方法，我们就依序来去做介绍。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一个方法，循序搜寻 sequential search。 循序搜寻这种搜寻法是属于最简单最直觉的方法，它是一种线性搜寻演算法，搜寻的步骤相当直觉。搜寻的步骤是从第一个资料开始，依序的搜寻资料结构中的每一笔资料，然后将搜寻的资料与资料结构中的每一笔资料做比对，如果相同就回传找到了讯息，如果搜寻完整个资料结构还是找不到想要找的资料，那么就会回传没有找到的讯息。假设现在有一个数列，就像同影片所示的这个数列，这个数列里面有25、12、85、55、18、29、45、32、
我们想要在这个数列中去搜寻数值32到底有没有在这个数列中呢？那么我们搜寻的步骤，如果你是采用循序搜寻，那应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步骤，我们就会从数列中的第一笔资料开始来去做比对。第一笔资料是25，第一笔资料等不等于32呢？不等于，因此我们就会继续往下一笔资料来去做搜寻，逐一的依序的去比对一下，看看是否等于我们所想要搜寻的数值。所以接下来第二个数是12，12等不等于我们所想要搜寻的数列呢？发现第二个数12不等于我们所想要找寻的数值32，所以我们就会继续比对下一个数。85是不是我们想要找的32呢？不是，再继续往下一个找，逐一比对数列中的所有资料，发现一直到最后一笔资料32，等不等于我们所想要找的值32呢？是的，找到了。这是所谓的循序搜寻，从第一笔资料依序的一笔一笔的去做比对，所以就可以回传，是的，我找到了最后一笔的资料。我们以蓝底来去做标示的部分，回传找到的序型，依序的做比对，比对完毕，确认最后一个数就是我想要找的数值32是有相等的。同样的，在这个数列中，如果我们所要搜寻的数值是38，它的概念也是从第一个数值开始一一搜寻比对。比如说第一个数25是不是等于38？不是，再往下一个，再往下一个，再往下一个来去做比对，发现比对完之后，整个的资料结构还是找不到一个符合的数值，那我们就会回传没有找到的讯息。你会发现在整个循序搜寻来讲，它是一个蛮简单的方法，它是很容易实做的循序方法，其搜寻的效率会依据你想要搜寻的数值而定。如果你要寻找的资料刚好位于资料的前端，那么你很快就可以找到资料。当然，如果你想要寻找的资料就刚好在资料的最尾端，那么搜寻的时间就变得很长。就像我们上面所举的范例，找到最后一个才找到我们所想要搜寻的数值，最差的搜寻时间是数列的长度 n，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可以写成 big O of n， 表示最差的搜寻时间是 n 次的搜寻时间。因此循序搜寻法的时间长度为 big O of n。 当然，你的数列的长度很长，比如说不是这边的八个数，而是几万个数的时候，透过这个方法，你就要把几万个资料全部比对完毕之后才能找到这个资料。了解循序搜寻法的方式之后，我们来为各位同学讲解循序搜寻演算法它的程式码应该怎么撰写呢？首先 define 一个函数名称，我们把它命名为 sequential search， 它需要传入两个参数 a list 以及 find value。 在里面我们先来做一个初始值的定义，首先第一个 POS 等于0，我要找的位置从0的位置开始找。find 这个变数到底有没有找到呢？预设是 false， 就是预设是没有找到的。接下来 while 回圈里面判断，只要在它的长度比它的长度小， POS 小于 length 的 a list， 在我们的串列长度比较小的状况之内，也就是说还没有搜寻完毕的时候，以及 and not found， 以及没有在中间过程中都没有找到一个符合资料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比对的动作是判断一下 if， 判断一下目前所指的位置
list 中括号 pos 等不等于 find value， 等不等于所传进来的参数所想要找的资料。如果等于，我们就把 find 改成 true， 也就是说从本来没有找到改成有找到。 else 否则，我们就要继续往下一个找，因此我们就要把 pos 等于 pos 加一，就是指到下一个位置去，然后回圈的方式依序的去找，最后 return find 来看看到底是有找到还是没有找到。这是循序搜寻的实作的一个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假设我给他一个初始的串列资料 my list， 串列的资料有这八个数。接下来我们来 print 一下，包括呼叫 sequential search 传入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传入的是 my list， 也就是说想要找寻的数列。第二个参数传入的是你想要找的值。第一个部分传入32，第二个例子传入38。我们来看看这两行程式码执行完毕的结果会变成什么东西。执行完毕的结果，第一行32有没有在这个串列中呢？ True， 有，有找到。第二个38有没有在这个串列中呢？没有，所以它最后回传的结果会是 false。 它的概念也是一样的，38从第一个比对、第二个比对、第三个资料比对，一路到最后所有资料都比对完毕还是找不到符合的，所以它就会回传 false。 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循序搜寻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big O of N， 也就是说当搜寻的资料量比较小的时候，循序搜寻法搜寻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跟其他的搜寻演算法其实差异是不大的。可是如果当搜寻的资料量比较大，透过循序搜寻法就是一个很没有效率的做法，它最差的状况可能会达到 big O of N， 这也是循序搜寻法最主要的缺点。虽然循序搜寻法没有效率，不过搜寻的时候不需要事先对资料做排序，而且它非常的简单直觉，这些都是循序搜寻的优点。以上是循序搜寻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种搜寻方法，二元搜寻法 Binary Search。 什么是 Binary Search 呢？二元搜寻是一种快速的搜寻演算法，它是采取分割再合并的这种技术 Divide and Conquer 的技术。这个演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会是 big O of N log N， 不过要注意一下，在使用二元搜寻演算法来找资料的时候，必须要事先将资料来去做排序，也就是说你需要先将资料建立成一棵二元搜寻树，还记得吗？二元搜寻树树中的每一个节点要不小于左指数，也不大于右指数。如果一个没有事先排序的资料串列，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二元搜寻演算法来搜寻资料的。二元搜寻法是在已经排列好的串列中想办法先去找到资料串列的中间项，如果中间项就是我们想要寻找的数值，太棒了，我们就直接回传中间项的索引值，就说找到了。如果要寻找的数值比中间项大，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递回的方式来呼叫二元搜寻法。比较大，还记得二元数的特性吗？就要对右指数的串列再次的使用二元搜寻法来去做搜寻。如果你想要寻找的数值是比中间项小，一样依据二元搜寻数的特性，我们就可以递回呼叫二元搜寻法，对左指数的串列再次使用二元搜寻法搜寻。经过这样子的一种多次的递回呼叫，
串列就可以被分割并且比对，一直到指数的串列空间大小值为零为止。因为指数的大小为零，就是已经没有再有项目可以去做比对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地方，就表示找不到资料，这是所谓的二元搜寻法。我们来看看在二元搜寻法中到底怎么来去找这个中间项的这个项目呢？它的公式很简单，如同影片这边所示， middle 等于 low 加 high 之后除以二，再取下限值。这边有一个往下的一个这个符号，下限值的概念是什么呢？其中 low 跟 high， 也就是最小值跟最大值，都是属于串列的索引值。把这两个索引值相加之后除以二，再取下限值。所谓的取下限值，也就是无条件的舍去。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像这边有一棵二元搜寻树，在一个树里面，你会发现所有的着子数会小于等于负节点，小于等于右指数。这边总共有八个元件在里面，它的索引值会从零到七。因此如何来计算它的中间项呢？索引值最低的 low 是零，最高的是七，所以零加七除以二之后的答案是 3.5， 无条件舍去之后取下限值会得到3。换言之，我们就要从索引值3的地方开始去比对。同样的，在右边的这一个二元搜寻树，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排序好的数列，就会如下一面这张同影片所述，它总共会有八个元素，它的索引值就是从零到七，分别从19、26、38、45一路到88这样的一个顺序。在这样的一个数列里面，以及排序完成数列里面，我们来想想看，假设我们想要找的值是58，58到底是否在这个数列之中呢？我们前一个方法讲的是循序搜寻，就是依序的做比对。这个方法讲的是二元搜寻，就是从中间项开始去做比对。因此如果依据二元搜寻法，我们要先求出中间项的公式。我们来看看中间项的公式怎么去做计算。 middle 会等于0加7括号之后除以二，再取下限。所以依据刚刚这个中间项的公式，我们可以得到中间项的索引值是3，而索引值3所储存的值是45。我们可以来比对一下，中间项的这个值跟我们所想要搜寻的值58是大于45的，因此我们要往哪一边来搜寻呢？对的，我们要来往右边的指数来去做搜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 key 值58比中间项大，比45大，所以我们要往右指数来去做搜寻。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从中间项原来的中间项跟最大值之间再继续搜寻，所以原来的中间项的下一个数会变成我们这个时候的最小值，最大值还是维持不变在最后一个项目。再一次的依据刚刚的中间项公式， middle 等于 low 加 high 括号除以二取象限。目前最小值的所在位置的索引值是4，最大值所在的位置的索引值是7，4加7括号除以2之后取象限会等于5，所以我们会找出索引值5的这个中间项，它的数值是65。我们可以来比对一下，我们的 key 值58它是比中间项65小，
所以我们要往什么？左边。是的，我们要往左子树来去做搜寻的一个部分。所以再往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已经知道了要从最小值到中间下的数列中继续的搜寻 key 值。最小值的索引值是4，中间下的索引值是5。再持续的依据刚刚的公式，4+5除以2取下限，得到的是4。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算出来的中间项的索引值跟最小值的索引值刚好都是指到索引值4的地方，而我们所目前的中间项索引值4的数值是58，也刚好是我们所要搜寻的 key 值58，表示他们两个资料相等。换言之，我们就可以回传我们找到了你所想要找的数值58，回传找到的讯息。以上是二元搜寻法演算法的介绍部分。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程式码应该怎么去做实作呢？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个函式，叫做 binary search。它需要输入四个参数，第一个是想要搜寻的数值 number， 第二个是想要找寻的串列，第三个是目前要找寻的最小值，第四个是最高值的部分。接下来只要害小于漏，就表示找不到资料。利用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middle 公式的部分，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两条斜线就是取下限的意思，就可以找到我们所想要找的中间项。依据如果等于，就直接回传中间项的位置，如果比较小，就表示我们需要往左子树开始去做搜寻，否则就要往右子树去做搜寻。下一页同影片可以看到我们的主程式的一些地方，我们先随机产生一个乱数的数列，然后请使用者输入一个想要找寻的数是否有在这个地方。透过 random.sample 的这个随机函数的一个部分，产生一个1到50的数，总共有15个。下一页我们来看看到底能不能找到所想的资料。如果只要它不是小于0的，就表示是有找到资料。因此我们来看一下范例程式执行的结果。首先使用者输入他想要找的数是25，我们随机产生的15个数，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是25，就会回传很抱歉没找到。接下来第二个范例，如果使用者输入的是48，而我们随机产生的15个数里面刚好有48，同学们可以看到48是在数列中的第14个位置，我们回传的是索引值，索引值从0开始计算，因此48是我们15个数列中的第14个数，它的位置会是13。以上是我们所介绍的相关的循序搜寻及二元搜寻。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